我哋而家直播啦，知唔知？好啊，哇 ，Merry Christmas 啊，圣诞特惠全年最低啊，就喺呢一个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啊。因为咧喺 GTA 已经有十间分店啦，啲朋友咧最好就嚟太古广场啲二楼呢度揾我哋啦。系，去其他嘅分店咧一样有优惠，只要你消费20蚊咧，即刻送你一包消毒湿纸巾一包嘅。呢、這个真系多送。仲有啊，你嚟到现场啦，譬如有啲朋友咧，仲有好多嘅产品啊，即系日用百货啊。其实头先咧，大家都留意到啦，潘 Sir 咧每一刻咧都非常之激动，好似个小朋友咁喺度拣礼。現在我睺緊呢個九陽免洗全自動破壁豆漿機，哇！日日屋企整豆漿幾健康咧？係啊，你知唔知而家養生啊，自己整啊最安全啊！有自己整腸粉都得啊，腸粉機啊！真係好正啊呢一、這個啊！所以咧，大家咧及時嚟到我哋太古廣場二樓大多百大型百貨連鎖啊，聖誕特惠全年最低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同潘 Sir 你繼續啦，回去推介產品啦。今天呢，真的非常高兴，大家看到呢，在我们现场呢，在这个太古广场大多百的二楼，我们有圣诞新年的促销活动。首先呢，今天我要马上介绍给大家的，这个就是非常可爱的 Little Raccoon 小浣熊，一个高速破壁料理机。首先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它的这个绿色呀，就是我从来很小呢，就是很少会在家里当中看到这一种颜色的。然后最重要呢，我今天请来了我们店的这位的经理 Amanda， 跟我一起来介绍这个产品。Amanda， 跟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，您看一下这个，它的有加热跟不加热的两边的功能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 menu 打开了。这一锅呢都是一个豆浆，对，已经煮过的豆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键功能，就是一个键就可以把那功能给解决了。不加热的是果汁和酱，还有可以干打，就是这种清洗啊、浆糊啊这种果汁，它是不加热的。其他的功能都是有加热和打碎的功能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看到在这一个 menu 当中呢，一个菜单一半，简单的来讲就是左边，我们看右边这一半就是不加热的功能。然后不加热的功能呢，刚才 Amanda 已经讲到了，有果汁呀，打自己打的这个酱料啊，对不对？它本来就有一个清洗功能。那在这边的话呢是加热。首先今天看到的呢，我们准备了给大家正在看节目的你，我们有这个豆浆。那其实现在大家都就喜欢自己养生，而且呢最安全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，像我自己家里面，我妈妈就很喜欢买那个有机的黄豆，然后回家去自己做豆浆。大家知道哦，做豆浆呢一定要是加热的，不是像打果汁儿一样，就是冷的不行。所以呢，这个其中是有一个豆浆机的这个功能，不止哦，它还有一个浓汤做汤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它有一个浓汤，它这个卖点呢，就是比如说那个一条鱼，整条鱼洗干净了。直接把它放进里面，它可以把骨头和那个肉，直接搅拌加热，全部一键过完成。整条鱼放进去吗？可以整条鱼放进去，洗干净的鱼放进去。而且最重要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它这个呢破壁的意思就是它要高速，它每分钟那个转速是3万转。3万转的话呢，也就是你活生生的，不是活生生，就是把那条鱼洗干净了放进去。小姐姐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一定要喝这个鱼汤，因为皮肤要。美啊，皮肤。然后它连那个鱼的骨头呢，它也是完全的能够融化掉。所以这个鱼浓汤真的非常重要。然后我们看到，继续要打开，看一下它另外的这些功能，例如我们可以做粥，对不对？可以做米糊，还有做米糊。我就是小孩子了啊， okay. 所以小孩子我要吃这个米糊。对，还有玉米，就是那个像玉米粥吗？对，玉米粥，它也可以杂粮粥哦。它也可以杂成那个，比如说你豆浆可以黑豆啊，或者是把那些红豆啊，可以放在一起做成豆浆。所以最重要的你知道吗，今天是大减价优惠啊，看看价钱，哇，这个价钱是便宜了一半，是半价，哇，这个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这个呢其实是整个店的其中一个热卖的产品。好，我们回到来看这边了， Amanda， 这个呢也是我今天的这部分要给大家推的，是这个小浣熊的1.8升。这个呢是微电脑的玻璃养生壶，现在呢不论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，我都是一年四季我都是要拿那个热的，
这个就是喝热的东西，这个就非常好了。其实这个呢，跟刚才介绍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，这个有一个煮的功能，还有一个搅拌的功能。搅拌的功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它没有搅拌的功能，但是不要少看它哦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做的这个花茶，有红枣，然后呢有这个菊花，然后它透明的，它是一个高硼硅玻璃的材质，也就是说你会慢慢看到那个菊花开的样子，这个其实挺赏心悦目的。不只是这样子，大家会看到呢，它这一个整一个壶，它还有不只是花茶，它还可以做。它还可以做比如说你可以煮粥，可以做那些传统的凉茶，可以煮药凉茶，对，然后可以煮优格，也可以煮对，药膳啊，优格啊，BB热奶呀、啊、都可以啊，可以，其实几乎就是全能的。还可以打火锅。还打火锅呢，火锅就是我现在安全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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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非常的激动。我刚才也听到了凉茶，其实生活在加拿大，我自己的经验哦，就是你真的很难去说啊，又要开火呀，然后要做一个就做那个中药凉茶，其实挺复杂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了这一个小浣熊的微电脑玻璃养生壶的话呢，大家会看到它能够在这边做那个中药，我们说的凉茶也可以吗？对，药膳，它有这个药膳功能，然后这个操作也很简单，你只要扭到一个功能，去到哪个店里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哦，它除了这个还有一个预约的功能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先把那个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其实呢，它这个预约功能最好的就是我一起来了，一早，对，然后我不用看火，我直接按了一个按钮，然后呢就可以等待会儿它就自己做好了。对，最重要它安全，你知道吗？它安全的意思就是说它自己会保温。它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比如说你煮完的粥啊或者什么，它是保温的，你人跑开了它还是保温的，继续保温的，所以这个就很安全了，我回家就可以了。喂，嗨，来，我有个男粉丝了，男粉丝你好，你稍等一下再给你签名哈。然后我们再看到了这边啊，这个再说一下，这个今天是便宜50块啊，这个是圣诞新年的优惠，便宜50块。所以呢现在这个养生壶它的价钱呢是48块钱。好，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，我觉得 Amanda 这个也非常的适合我，因为我要，其实无论是疫情前后，我也经常要工作呀，然后我自己也喜欢去 camping 啊，所以这个呢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它是0.6升的非常方便携带的一个养生壶，今天呢是便宜41块钱。这是北鼎的，然后这个北鼎的它的颜值在哪个地方？对，颜值就像我跟你嘛，就有个颜值在。而且重点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它也是一个全玻璃的，你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。不止这样，它这个就直接，它有一个我们看一下，它有一个这样隔住的一个滤网啊，所以你倒出来的时候呢，不会把里面的这个茶呀，或者是你做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倒出来，就不会，就刚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小姐姐，小姐姐平常就特别喜爱它。最重要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，大家知道吗？非常安静，也就是说我带回 office， 然后我自己在旁边要做这个养生的茶呀什么的，它不会吵到在我工作的地方的其他的同事，既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生活一边养生。所以呢大家要快点呢来到我们大多百，其实这有我们今天做的直播呢是在太古广场2楼，但其实 GTA 全线10家的这个大多百，还有 thebestshop.ca 全都有圣诞新年的优惠，最重要优惠高达30%，所以快点来支持我们喽！